Let me say this one time, that one time, you make me feel alright. So nice. I know you wanna do more. Say less. You can stay the night. You don't gotta go. We can take this slowly. Oh, yeah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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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来过生日喽！哇，怎么这么好？开心哦！你安排的？我安排的。我们要来嘉义豪华露营啦！很大哦。要几百人？拎包入住。拎包入住啊！叮叮叮叮叮叮叮。嘟噜。你要在那里拍个照吧，这是为你，我喜欢那个花，为你设计的、欸。我喜欢那个花，这是要拿那个花吧？好笑、哦，很赞呢、欸。你很像是要进去。我第一次生日的时候这么就是……我跟你说，原因是因为你之前的生日都过得很精彩。他前年生日确诊。哦，真假的？马卡龙。先吃一口。好，吃一口。这个有柠檬味道。柠檬。古早味啊，古早味。Lemon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杏仁薄片。我吃吃看。等一下会很废。哈哈哈哈哈。我们完全没有带任何什么游戏啊。对啊，我们甚至也没有酒。要就是现在去买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你不觉得每次我的生日或者是你的生日都会有一些纰漏在你的频道？哎、欸，好像是、欸，我觉得很好哎、欸，这样可以记回去看一下。上一次生日也都是一起出来玩这样，然后今天呢，我们来嘉义干嘛？录音。来了露营最适合我们了。然后明天要去游乐园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等一下要烤肉，期待一下我们这一趟的嘉义旅行。没错，我们来看小布老师在干嘛。小布老师，小布老师，嗨，这个是您推荐的 Osmo。是的，结果我也没在用。我们现在要来这里放松一下，还没有烤肉的意思。现在在练舞，热死！终于要拿食材要去烤肉了。哎、欸，你好。你好。哇，好多、哦欸！我们要来烤肉了。水槽的灯可以开，好。耶！我们现在在烤肉中。哦吼！哇，寿星怎么自己下厨了？看起来比较熟女的感觉。有有有，可以嫁了，可以嫁了。可以嫁了吧？所以是以前的见证过了，我长大了。你长大了，你现在是女人。对啊，现在不是那个小孩子。Oh my god！ 内心外在都有成长哦。然后最后谁要谁要，快点争，快点甄选甄选甄友中。我们现在金主厨跟艾伦兄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发炉。Fire！ 哇，很多油哎、欸。超油的，现在可以煮一些好吃的，有牛油。嗯，就是来吃泡面。感谢感谢老板娘。你看这个布莱恩的表情多幸福啊！真的哎、欸。好饱呀。耶！不要玩食物。我说我真的吃不下，我听我不相信。我说我真的吃不下。你确定？你要先休息一下，小家再吃。太了解我了。录音区还要准备我们的蛋糕，谢谢你们，还要准备蛋糕。哎呀，上面要写金针菇生日快乐！哇，好、哦，我们现在把这个蛋糕拿出去了。
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来看我这里哦，好，来一二三，好，再一张哦，再等一下再笑多一点哦。好，来一二三，好，祝在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们，亲朋好友们健康好，赚大钱，好赚大钱，好的。好，第二个是，希望今年可以再出国一次，泰国，哇。我要体验了，好，耶！哇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林轩帮我准备这么完美的录啊！怎么这样？真的，如果我的另外一半的话，他真的没梗嘞。没有，因为我们互相太喜欢惊喜了，所以对对对，我们很喜欢惊喜，所以另外一半很辛苦。好，我们来吹一下，好，一二三，哇！哎，这个要接住哦，等一下哦，接住接住，请接住，耶！哇，里面还有奶酪，很多哎，来来来来。可是这边是你是不是不会切蛋糕？只用反面的，难怪切成那样。I'm sorry, I'm sorry. 我要笑死。Okay, okay. Okay. 换 Brian. Brian. 耶耶，谢谢大家。这一定好吃的。哎，这个真的太恶心了，这我真的没有想到。就是说我们刚刚讨论的，就是嘉义的部分，我只是觉得就是我们一起有来过嘉义嘛。其实那时候也是要庆生林轩的生日，就是我们第一次一起过生日，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有跳 Zico 的舞，然后现在正在最红的是 Zico 跟 Jenny 的 Spot， 然后刚刚也有练习，觉得啊，这是平行时空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是刚好发生很像做一模一样的事情，刚好回到嘉义了，好棒哦！我们可以明天来享受一下嘉义。哪一个啊？这个很棒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刚才那个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哎，好看。你好像《还珠格格》。哇 ！Osmo 真赞哦，马上。真的很棒哎，哇！好漂亮哦！天啊！你怎么样？还 Birthday Girl 哎？不是，这也是你安排的吗？哎。不是哦，不是哦，对，看这里晚上有这种景区，还有这个夜景，哇，漂亮！来，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这里面的装潢，感觉很赞。这个是里面帐篷的感觉，很宽敞又很大。Oh my god！ 哦，很会哦 ，Birthday Girl。它有很高级的灯。最重要的冷气，不然早上八点的时候会热醒。Oh my god， 超热，真的。但这种男人露营呢，有时候会有那种冷气必备的。还有床，这个床非常石头一些，是戳到啊，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就是这个东西非常赞，这个床看起来也很软，而且它的那个电视还有附 Netflix， 这个我们研究觉得非常不错。毛巾不用准备，对，什么都不用准备。来，你说你带了什么？衣服。我也只有带衣服而已，然后跟彩妆品、保养品，其他都没带这样。没错，就是把这边当饭店。来看一下他们附的早餐，好吃吗？哎，刚睡醒的部分。烧土的部分，鸡翅食的部分，它还蛮好吃的，附蛮多东西的。我们现在要离开它咯，拜拜。太热，哇，这个汗流的美好的。原因是我们刚跳了 spot， 所以我现在大爆汗中。对，很热。好，我们现在夏天要来了，真的。要等一下先去吃个冰。哇，这里真的很空旷，很漂亮啊！早餐通常都在这里吃。谢谢你们，我们要离开了。钥匙在这里。谢谢。谢谢。房间里的东西都有拿吗？
local 一定要吃一下，非常的 local。 我们找一喜欢找一些 local 好吃又 QQ 的东西，我们来吃吃看。吃冰喽！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吃冰，对对对，非常大家都很喜欢吃。你好，你好，直接做完了没有？这边有菜单可以拿，谢谢啊，菜单菜单，非常 local 哎、欸，要吃这种综合烧冷冰吧？哇，我要两个十号，一个十一号，然后凤梨冰可以加仙草吗？可以，那要一个凤梨冰加仙草。哦，到了到了到了，看起来很赞哦，还蛮好吃的，很道地的那种，多料蛮多的。嗯，吃太快，吃太快。艾伦有一些可爱的点，对，有些可爱点。他每次爱吃冰，然后吃太快都会有这个动作。他吃什么喜欢的都会。我们现在在买票，因为我是寿星，所以我有寿星的票，有三九九，上哦，金牛座，金牛座，然后里面的伙伴也有认出我来 ，Hello， 嗨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？饮料的买，Oh my God， 还有买一送一，谢谢，好，我们好需要，我们好需要，最喜欢喝饮料了。感谢，拜拜。拜拜，怎么这么开心？好开心的生日哦！真的真的，要进去了，剑湖山世界。好期待哦！等一下要做最刺激的。好。可以吗？刺激的。好。可以吗？你们说的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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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们去摸那个牛。哪里？牛座摸一下牛。金牛座。好运了，有一秒钟。什么意思？啊！OK OK， 有财运旺旺来，财运旺旺来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剑湖山游乐世界，耶！走吧，进去哦。Let's go。要玩的第一个是回旋磁场。你看他们的小朋友都快飞出来了！搞了，你不要搞了！不要玩了，最后一个都没有玩就回去了。哎，这个太恐怖了，这有点太快了。那个嘞，那个云霄飞车这个，那个感觉还可以，我再看一次。哎，它会360度哎。现在好像没有人一个人敢搭，其实也蛮恐怖的。请进去，我们是后面的守护。玩一下冲锋飞车，我们以后会有使命感的。对啊，这个非常值得。搭一次就有什么？很恐怖。好像有点，你别看，看过去完全看不到。没有，他那个其实是他看起来恐怖，但其实都不恐怖。他们先开一下。没有，我们要先走过去才会那个知道，不能都不玩一起。这要做最刺激的，好，好笑。可以啊，这边都没有感觉，这边都没有，不恐怖，不恐怖，不恐怖。来来来，来走走走，下一个，下一个是我们，走喽。哎，傅老师还好吗？傅老师，好好玩哦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大家？搭完之后的感想是什么？非常好玩。搭完之后的感觉是什么？太恐怖，太恐怖。那你搭完之后的感觉是什么？我要回家。好好笑。好好开心，我刚刚中间就是真的在哭了，真的哭出来。我觉得说为什么我要这样？好惨。
下啦，去一下不会很恐怖了。我们讲 MC 了，我真的不行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快点快点，好了好了，你先坐，快点你先坐，你先坐。闭眼睛，闭眼睛，闭眼睛，哭了，我不要哭。来，你们跟我一起比个耶。我真的不能坐了。好耶，耶，好，好，好。可不可以？消费者口，对，很快就结束了，我们要再搭一次喽，耶耶，走吧 ，Let's go。我没有要搭，你干嘛带我搭？你刚刚不是自己说再搭一次吗？我没有要玩。哦，好了好了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大家都是G8人，我刚刚是G8人，然后什么是G8？结果是G5，G8。刚刚还想说，为什么大家没什么反应，然后就有点惊讶，为什么是金光？我们现在特地来到台中要喝八药，喝八药，太好了，喝八药。哇，开心哦！等一下就要直接回台北，这是我们的放松行程。这个也不错啊，这个发型哈，因为会让人类一直想要摸你。是你喜欢狗，所以才会这样摸。所以呢，你不要太委屈，你其实也很帅哦，这样也很帅，这样还是很可爱哦，好不好？好了。OK OK。